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21面，321面，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通达善趣门。从这看起，这一句是经文。通达者，常通无碍，没有障碍啊。门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差别的意思，另外一个是去如的意思，大乘一章第一卷曰：门别不同，故名门，就是分门别类的意思。如部门、门类，又能通如去如明本，跟前面意思完全相同。法有种种差别，皆是有种种门。戒能使人去如涅槃，这一句话非常重要。那么这是门的意思，即是门意。故知经中之法曰门，是法门，84000法门。为什么呢？每一个法门都能够通如涅槃，都能通向涅槃，所以法门平等呢，无有高下，意思就在此地。门虽然呢是通的，可是众生的根性不相同。因此，别人能走的门，未必我们也能走。我们这个门能走得通，说不定别人走不通。譬如禅宗是走绝门，其实无量无边的法门，归纳到最后就明心见性，只有三门：觉门、正门、净门。觉、正、净三门，那么在中国大乘8个宗里头，走觉门有2个宗，禅宗走绝门，信宗走绝门。什么样的人呢？所谓上上根人。我们讲天才啊，他有能力走这个门。上中下三根呢，这个门都走不通，就知道这个门难了。第二个门呢，正门，上中下根性都可以走，
大概真能走得通的呢，上根人，中下根人也有利益，但是没有办法契入涅槃。就像念书一样，啊，从小学、中学、大学念的都不错，但是没有毕业。啊，毕业了那就见性，这上根人才能毕业，中下根人可能念到大学一二年级就停止了，就不能再前进。第三个门是净门，修清净心，也能明心见性。这也有两个宗，净土宗跟密宗。啊，诸位要知道，密宗也是修清净心的。密宗的清净比净土宗啊还要殊胜。净土宗是远离染污而得清净。啊，离染呢我得清净了。而密宗不是的。密宗在染里头它也不染，那叫真净呢。啊，那么由此可知，密比净土就难。啊，它不离开染污。它有这个本事。啊，在染污里面，他的心不染污，真清净呐。啊，可是净土宗呢，有超越觉真净的功德。啊，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学了《无量寿经》就明白了，他是待业往生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获得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你要问他，他到生到极乐世界了，带的是一身罪业，可是他真往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呢？你念48愿，那就是他在极乐世界的样子。太殊胜了。禅宗、信宗、宗门、教下，连密宗也比不上他。啊，你才知道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啊，我们遇到要不能把它牢牢抓住，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那我们就真错了。我常劝同学们，我们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中峰禅师在细念法事里面为我们开导的。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不能够等闲视之啊，太重要了。啊，跟这个相对应的，十方即是净土。
净土即是此法，这个意思更深了。你什么时候证得呢？心里头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呀，一粒尘沙都没有。你就见到，就在此地见到极乐世界。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还得了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只有这一法是真的，它不是虚妄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重视着，去如大般涅槃，这叫法门。四教仪三，四教仪四卷，啊，第三卷里头说，门者以通为一，就是通达，没有障碍。佛教所全正四句法。这就是四法啊，佛教一切众生的第一个是教法，教学的方法啊。我们今天讲言语文字啊，言教身教都是属于教法。第二个是理法，啊，就是教学理论的依据，啊，依据什么理论？自性清净圆明体，贤首过思给我们说。啊，这是诸佛世尊讲经说教，教化一切众生呢理论的依据。啊，我们今天一般人所讲的真理，永恒不变，不生不灭。第三个是行法，行法是修行的方法。啊，修行的方法多啊，无量行门呐。啊，门门都通涅槃道。这个法门契合我们自己的根性，就特别容易修，也容易成就。啊，不契合我们的根性，就感到非常困难，不容易学习。啊，那么从这些众缘上来看，净土就太殊胜了。净土具备的条件是最简单，所谓的三资粮。啊，三种修行的重要方法。第一个是你能够相信，
第二个是，你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第三个条件，你真念佛。真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中，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其他的都没有了，这就行。你看，这么简单的条件，上中下三根全能做到啊，所以叫三根普毕，力顿全收啊，没有一个人修净土不能成就。那么我们要问，现在修净土的人多，为什么成就的人少？这三个条件不具足啊，他就不能往生了。所以古大德在这上面又加了个字，叫真心切愿独行。独行啊，真干呐！真心切愿真干，我们今天怎么样？信不信？信，是不是真信呢？不是的。怎么知道不是的？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没放下嘛。我们修净土必须要知道真放下了。我从入佛门第一天没出家了，见张家大师那一年我24岁，26岁，大师第一句话教给我的就是看得破放得下。我没有怀疑，我以为我听懂，实际上没听懂。粗略知其大意而已啊！对于这一句话，所体验的一年比一年深刻，到今年60年了，我才知道这一句话的真实意义。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众生苦难特别多，对修净土的人来说，未尝不是好的利益增上缘。为什么呢？他叫你对这个世界无所贪念，容易放下了。张家大师告诉我，我这一生是佛菩萨替我安排的，叫我什么都不要操心，我听话了。佛菩萨把我安排到澳洲来了，
在澳洲遇到格里菲斯大学跟昆士兰大学的校长。要我帮助团结宗教，帮助这个社会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这个事要不要做？可以做，可以不做。可是看看许许多多苦难众生真的找不到出路。他想不想找呢？真想找，找不到啊！我们学佛这么多年，读古书不多。乐知古圣先也，先生先贤呢？教化众生的旨趣宗旨去向懂得一点就这一点，虽然不多啊，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了。来帮助这个世界。特别我接受他的邀请。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参加了几次，渐渐明白了。听到英国汤恩比博士的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中国传统文化不但能救自己的国家民族，能拯救世界，能化解世界上所有的冲突，能帮助世界回到和谐安定。所以我们尽一点绵薄之力。到今年呢，我觉得功德圆满了。我知道的都说出来了，我能做到的也都做完了。最后的一桩事情，就把中国这些古籍多印一些，分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我们自己退出一切活动，国内国外的所有的活动退出，专心修静业，一心求生净土，这样才不辜负老师的教诲。不辜负老师厚爱，只有往生
才是真正报恩者。这个道理我们懂啊，懂了就得要做到。啊，目前我这个体力每一天4个小时还不成问题。啊，无量寿经我估计今年7、8月应该可以讲圆满。啊，这是我对净宗同学的微薄贡献。啊，这个经讲圆满之后，如果我还在世间，我就想继续把《华严经》讲完。啊，还有人请我讲《楞严》，讲《法华》，恐怕这些呢，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希望我们先前年轻的法师大德，你们努力。啊，这些大经大论的弘扬，责任呢，在你们的双肩。这一部经，这一句六字名号，直接、快速、稳当，通如大般涅槃。一切法门当中，第一法门呐，我们认识了。明白了，这一点都不假了。四句法第五、第四个是果法，果就是大涅槃。啊，教理行都通大般涅槃，华严经妙绝伟呀。你看这个法门多直接，多简单，多容易，多稳当，多快速，有这样殊胜的成就。你遇到了，你是多么大的福报啊！啊，世出世间第一大福报人，你才能遇得到。遇到了不幸，幸而没愿，有愿不肯行，肯行不得力，都是福报不足啊。啊，福报足的人，乡下老太婆，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一句佛号念到底，往生的时候欲知是知，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那么潇洒，那么自在，他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
他的教理行入大般涅槃国里头去了。我们向往，我们羡慕，我们以他做榜样，向他学习。就通行人至真心实相之理啊，这一句就是大般涅槃，故名为门。后者呢，正是精进中之一啊，就是通儒。真心是自信的，明心见性的，摄相之理之理就是般涅槃了。下面是善趣者，一般指六趣中之三善趣啊，这是普通的说法。三善道吗？善趣就是善道，恶趣则是恶道，都是直六道里面的三善道。但此与精进之意相违啊，怎么相违呢？前面我们念过，前面既然说出了六趣皆名过去，故人天等趣不能复称善趣。六道都不善呐，纵然你生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命中之后还要搞轮回，轮回依然包括三恶道，你怎么能够说它是善道呢？故知善趣门不是去向人天之门，人天不是真正的善法，是在六道里头受苦难比较少一点的，不是纯善啊，而是上善者之所去向，故名善趣门。那上善是谁呀？佛在《阿弥陀经》里面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的居民，皆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我们就明白了，上善之人啊，是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个人，那个人叫上善之人。我们能不能做到呢？能。那我常说，只要把阿弥陀佛摆在心上，其他的全都放下，我就是上善之人。啊，我们的心只有阿弥陀佛，
只有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经。在家同修有儿女，你就叫他念无量寿经，他从小就把他念背，他就是上善之人。啊，他背熟了，将来到十几岁了，你再叫他听无量寿经，他一听就懂了。自自然然他就入上善的境界了。啊，你对得起儿女。儿女将来成就感恩，肯定增高你的品位。啊，这是帮助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去上善门，好办法了。啊，这底下说得很清楚，不是去向人天之门，而是上善者所去向，故名善趣门。如慧疏曰：“菩提者，则上善所入，故言善趣门，是为入菩提妙觉之门，啊，之法门，才是善趣门。”这一句讲的更具体了，入菩提妙觉之法门。妙觉是果佛了，还在等觉之上啊！再上就没有了。所以妙觉是真正无上真等真觉。啊，这是正数，大乘。极果，啊，到究竟位了。我们现在在84000法门，在无量法门里面去求救。这段事情难呐，太难了。你认识它都难，你了解它就更难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感激阿弥陀佛，要不是他开净宗法门，我们这一生不能成就啊！无论你怎样用功，怎样努力，啊，勇猛精进。
昼夜不懈，你还是不能成就。为什么？烦恼习气除不了啊。你只要细心观察周边，回过头来再观察自己，你就知道困难。观察周边，你才能了解自己。啊，自己烦恼习气不知道啊，不知不觉他就起现行，他就造业，起现行就叫造业，造业就有果报。啊，我们看自己难呢，看别人容易。啊，看到别人的习气烦恼了，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回光一照，就发现自己的过失。否则的话，发现不了啊。那别人造作罪业，我们从他身上发觉了自己，那个人就是菩萨在为我们示现呐。我们都感恩呐。不是他的视线，我怎么能发现自己的毛病？这悟是容易死啊！发现之后啊，最可贵的是改。那不改没用啊！发现的就赶紧改啊。了凡四训讲得好啊，天天发现自己过失，天天能改正自己的过失，三年，你就是贤人。啊，我们以儒家的讲法吧，三年呢，你就成君子啊，7年你就成贤人了，9年你就成圣人。你步步高升呐、圣贤君子教出来的呀，学出来的呀，人人都有份呐、只要你肯干，天天读圣贤书，是接受圣贤教诲，天天看别人错误。是提醒自己，都是老师啊！啊，天天自己改过，儒家的学习的历程。我们果然依教奉行，真的3年成君子，7年成贤人，9年成圣人。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没有圣贤君子，所以社会一团糟啊。啊，盛世是圣贤君子做出来的，啊，圣贤君子在哪里呢？求人不如求自己。事出世间法最难的是求人，求人难，登天难。
古人说的，说的话一点都不错。圣贤君子不求人，只求自己。自己成就了，才能帮助别人。我们再看底下第一句经文：此门唯有发菩提心，上善之人方能去入啊。洞开此门呐，故曰通达善趣门。这个门，在我们这部经里头，就是极乐世界的大门。极乐世界是善趣，那什么叫发菩提心？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得非常之好。真正发心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个人就是上善之人。我在此地更具体跟诸位说明白，你能把《无量寿经》念熟，最好是念背。50、60以上，记忆力衰退了，不必背诵了。如果要背呢，只背48愿这一篇就行了。60岁以上的人，希望你熟读这一篇；50岁以上的人，早课48遍，晚课32到37遍，你还行。50岁以前的，最好是到《无量寿经》能背熟。《无量寿经》就是你的心，你的心就是《无量寿经》，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你念佛，声声阿弥陀佛，跟《无量寿经》相应，一句佛号是一部经。一部经浓缩成一句佛号，心是佛心，愿是佛愿，德是佛德，行是佛行。恭喜你，你决定生净土。你的品位不是下品下生，至少也是同居土里面上三品往生。你必须知道，
上三品是上中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啊，上辈三品呐、啊，上辈三品往生的人，都是欲知实知，而且生死自在。啊，自在是什么？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在这个世间再住个几年也不在乎，没事。啊，他有这样的功夫啊！中辈以下就不能了，啊，上辈就得大自在啊。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国门大开呀！欢迎你回去。古云：“通达善趣门。”啊，后头说：“云何洞开呢？”这唯有成就净国、普摄群生之净土法门。啊，这一句说得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给你指示出来了。这个门是弥陀法门呐、啊，弥陀成就净国普摄群生，你真听懂了，听明白了，真干了，不愧是阿弥陀佛的真舍弟子。所以极乐的国门为你洞开，再看下一句，为众开法藏，承上而言啊，上面一句说的是闭塞诸恶道啊！那是悉令出生死海啊，就是出十法界啊，不止出六道轮回啊，要知道他出十法界了。这悉令出生出生死，借着通达善趣门，咸宁等涅盘岸也。啊，等涅盘岸，就是正般涅盘，其如常寂光。这些话说的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这一个大循环，确确实实，你又回归到原点了。妙就是原点。啊，回归到自性，啊，自性的原点。为实现此愿，首须开示佛之智解。故云：为众开法藏。啊，这是说这一句为什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句？在这说出来了。
广言妙法，令众悟入，导归极乐，究竟菩提，故曰广施功德宝。下面给我们解释，众指九界众生，包括菩萨、圆觉、声闻与六道一切众生，实际上还包括了佛，这叫四圣法界。他为什么不说佛呢？包括在菩萨里面。啊，为什么？四圣法界里面的佛没有见性。没有见性不是真佛。所以天台大师称他为相似即佛，他很像佛，不是真的。我们凡夫看不出来，化身菩萨能看出来。啊，凡夫跟佛的差别在哪里呢？在用心。用真心的就称他做佛，用妄心的就称他做凡夫。啊，所以菩萨声闻缘觉也称作凡夫。啊，大乘法里面凡夫有内外，六道里面叫内凡，就是六道里内的凡夫，六道以外的就是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称为外凡，啊，六道以外的凡夫，啊，大乘讲的严格，啊，他必须。邪妄心，用真心。啊，《法相唯识》里面讲得清楚、明白、好懂，叫转八识成四智。八识是妄心，把妄心转变成真心，真心叫四智。转识成智，那是真的佛了。那就不是凡夫了。啊，怎么个转法呢？法相总说，六起应上转。我们真正要转世成智，从哪转？转第六，转第七。啊，五八前五十，眼耳鼻舌身前五十，跟阿赖也是果上转。啊，因转了，果上自然它就转了。啊，这就说明上转时用功啊，是前五跟阿赖也用不上力，你没法子转它，就在第六跟第七。啊，第六第七是什么？第七是执着，第六是分别。我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我不分别了，就转第六识；我不执着了，就转第七识。
啊，转第六识叫平，叫妙观察智。妙观呢、啊、大乘教里讲止观呢、啊、止观没有学过啊，那你就会了，你全用上了。啊，只要在一切境界里头没有一点分别心，你就妙观了。那转第七识呢？第七识妙智，不执着了。一切不执着，妙智啊！一切不分别了，妙观呐、啊！你看看《还原观》上最后给我们提供修行最高的原则，无执六观。无执是妙执，六观是妙观呐、啊！啊，六观就是转第六意识，成妙观察智。啊，无执就是转第七摩那识，为平等性质。我们用什么方法？我们用一句佛号。在什么时候用？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间用，在这用啊，才起心，才动念，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妙啊！净宗学人，妙止是阿弥陀佛，止于阿弥陀佛，妙观也是阿弥陀佛，观阿弥陀佛。你看这个法门多妙，多简单，多稳当，多容易啊！成就无与伦比。啊！我一往生就是阿惟越之菩萨，还得了吗？阿惟越之举报土啊，就是他住十报庄严土啊，他不住六道啊，他也不住十法界。啊，所以这些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在这个地方留意。真搞清楚，真搞明白，那就得真干。啊，搞清楚搞明白了不能真干，原因在哪里？情执放不下，这个烦恼根深蒂固啊。根有多深呢？无量劫来生生世世，你那个情执是一世比一世重啊。所以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遇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你也没办法。这叫信佛众生，三无差别。你心里面的情执
你不肯放下，佛帮不上忙。佛对我们的恩惠没有别的，就是讲经说法，教导我们。我们听了之后觉悟了，明白了。佛教学的对象是十法界，十法界的有缘众生听到佛法，有缘呐，能信能解，能行能证。真舍利益了，他得到了普世的教育，这佛法是小乘经。里面的内容叫世间法，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报应，让你了解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你要是通达明白了，你能把它做出来，表演出来，这个一般称为世间圣贤。我们中国老祖宗所教导圣贤君子世间圣贤他修福修慧，积功累德。这是好事。修养、道德到一定程度，很容易转凡成圣。他只要一转，决定不是小乘。换一句话说，他不会转变成阿罗汉、辟支佛。他一转，不是佛就是菩萨。贤人君子很难转，圣人很容易转。我想，这也是中国古来这些祖师大德们为什么放弃小乘，用儒道来代替。可能就是这个缘故。儒道达到了上层，上中下三等呢，达到了上层呢，一转过来，就是大乘的佛菩萨。
必孝成殊胜呐。开佛之业，业常云开示之意。开始打开。示是指示。这个经上讲的为众开法藏吗？那个藏啊，就是仓库。仓库里储存的无尽的宝藏啊，众生不但没见过，听也没听说过。这个宝藏就是自性本具的。佛出现在世间，没有别的事情，帮助我们打开自性的宝藏。上根人一看，他就明白了。上上根人了，明白什么？明白就见性了。上上根人，上中下三根不行，他看到之后还不认识，必须要指示给他。一样一样拿出来给他看，给他说明。哦，他明白了。这叫示啊。你不指点，不给他讲解说明，譬如说，我们去参观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收藏很多的珍宝，上古时候这些东西，一看到不生欢喜心啊。我们一般人喜欢什么？明清的玉器，你看到这里的琳琅满目啊，你会非常欢喜啊。让你去看商周三代的破铜烂铁，那摆在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啊？不晓得，那个价值比那些珠宝不知道要高多少啊！不是货啊！所以必须要有人给你讲解，有导游。告诉你这个文物它的价值，它在哪里出土的，它是什么年代的东西，没有人讲解，你完全不知道。我们自性里面含藏的珍宝，自己不知道啊。佛来当导游啊，来给我们一桩一桩讲解，一桩一桩的介绍。这开示法藏，又名佛法藏，乃法性之离体。这个话重要了。法性之离体，
底下一句话更重要了：一切当人本具之如来藏性也。开法藏开谁的？开佛法藏。佛是谁呀？佛是自己，不是别人。啊，《华严经》上世尊常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是开释迦的法藏，开弥陀的法藏，与我们没关系啊。那你开错了。诸佛菩萨，他们来开法藏是开我们的，当人就是自己。直下承当过来了，是开我自性本具的如来藏性。啊，如来这两个字就是自性。啊，当人本具之自性藏性，就这么个意思。啊，原来我们的藏性跟释迦、跟弥陀、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他有的我也有。他藏性里头一法不缺，我的如来藏性里头也一法不缺。没有两样的。底下这句说，法性含藏无量之性德，故曰法藏。啊，这一句就是慧能大师开悟所说的第三句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开悟时说的，何其自信，用现在话，没有想到自信啊，本来具足啊，一样都不缺啊。具足什么？佛在《华严经》上说得清楚，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一句话，跟能大师的“本自具足”的意思完全相同。啊，如来是把性德，无量的性德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智慧，无量的智慧。第二就是德，就是德能。那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才艺，也是无量无边的。第三个是相好，啊，相好我们今天常讲美好，啊，还是无量无边，啊，归纳成这三大类。一切众生跟佛本来是平等的，
佛为我们开法藏，怎么开法？就是把这些自性本具的德能为我们宣说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现在到哪里去了？现在还在，不但还在，天天用它。佛菩萨用它，你用它，我也用它。佛菩萨用它，知道它是宝，我们用它，不知道它是宝，把它搞错了。把珍宝当作破铜烂铁来看待，叫迷失了自信了，变成不识货了。迷失了智慧，自信本有的智慧变成愚痴，变成怀疑，自信本具的万德万能，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相信自己很笨愚痴，什么都不会。这些人是失去了自信心啊。不知道自信本具的相好。最明显的，我身体不好，相貌丑陋。多病多苦，他天天想这些。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他就现什么，他自信妙啊！想笨，一天比一天笨；想苦，一天比一天苦。想不健康，身体一年比一年差，怎么回事啊？从心想生。佛这一句话，49年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众生也听得耳熟，也会讲，不会用。他要会用呢，他就变成佛菩萨了，他就不是凡夫了。不会用啊，还是凡夫。还是受苦受难，还是要搞六道轮回。你看你冤不冤枉？那么佛第一个带给我们的没有别的，就是信心呐。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你相信佛没用处啊，要相信自己才管用啊。这个话欧耶大师说的。欧耶大师《弥陀经要解》讲信愿心，他信讲了六个。讲六个心，六个心里面第一个就是信自己，你才真正的受用。你要不相信自己，后面五个心你都没有。那这像盖大楼一样啊，这第一个是第一层，第二是第二层呢。第一层没有，哪有二三层呢？
可见呢，自信心是太重要了。充满了自信的人，他做事情没有不成功的。对自己怀疑的人，肯定他要失败。啊，头一个信自己，第二信他了。他是谁呀？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你光说我信阿弥陀佛、信释迦牟尼佛，不相信自己。佛对你一筹莫展，什么也帮不上。啊，佛不度无缘众生，什么叫无缘呢？没有自信心的人叫无缘，有自信心的人就有缘了。那个信佛真管用啊。啊，所以没有自信心的信佛，那个佛里头打了很多问号在里头，都不是真心。啊，第三个信理，第四个信事，第五个信因，第六个信果，自他。理事因果，它不是假的。佛教导我们都有理论做依据啊，不是随便说的。啊，佛法里头一丝毫的迷信你都找不到。啊，早年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佛法是高等哲学，啊，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佛教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我们学了60年，最近几年看到科学家的报告，我们可以说佛陀的教学是世界上科学的最高峰。这是讲到佛法究竟处啊。啊，科学哲学的最高峰啊。啊，科学跟哲学上的难题，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在佛法里头。而今天科学家能把它证实，不容易啊。啊，所以法藏是自己的心得。又发藏者，如来所说之教法也。教法含藏多义，故名发藏。那发藏另外一个名词，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佛所讲的教法。啊，这些教法，经过他的学生整理。写成文字，汇集成经典，流传到后世。
2000年前开始传到中国，先后800年，从东汉到北宋，这800年间翻成中文的译本啊，中文经典，古人把它整理分类，编成一套丛书，称之为大藏经。这就是如来所说之教法了。大藏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包罗万象，所以称之为法藏。多法集集，故又称法蕴。这个蕴就是集集的意思啊，许许多多东西汇集在一起啊，叫法蕴。其数有84000呐，84000不是一个定数啊，是佛的方便说。虽是方便说，它真的是84条，一条不少。啊，诸位从教程法术，从佛学词典，你都能查得到。啊，真的是84000条。而实际呢，实际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呐，那是真的。由此可知，84000还是一切法的归纳，归纳为84000类也。《法华经·宝塔品》云：“持84000法藏，为人演说。”这84000法藏就是代表大藏经。啊，也是代表一切经。啊，是这个意思。为人言，为人说，言是表演，言在前面，做出来啊，做出来，你再说出来，别人相信你，你能说到做不到，别人对你怀疑。啊，所以佛菩萨说法了，他身教在先。啊，身行后头才有言教，这个能够摄受人呐。让别人闻其言而观其行，听到你说的，看到你真做到了，他相信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闻其言而观其行，行跟言不相符合，人家说你是假的，你在骗人。
啊，别人对你生不起信心的。啊，圣贤君子跟一般人的差别就在此地。啊，圣人，佛菩萨，圣人决定是心行其言，他没有说先做到，做到以后再说。圣人呐，啊，行人君子，说到肯定做到。说到做不到，在中国古人说他是小人呐。说到做不到啊！这“小人”两个字用得好啊。含义很深呐、啊，不伤人呐、啊。小人说：“小孩，小孩说的，他能做到吗？”啊，他才3岁，我孝顺父母，他真孝顺了吗？等到父母老了。他孝不孝顺？你靠不住啊！啊，小人是这个意思。小孩说话了，你怎么能当真呢？啊，无论他说善说不善，都不可以当真，叫儿戏呀。这些意思我们都要懂得啊，这个演说这两个字的讲求就大了。又据说论语，俗话有情，有贪嗔等8万烦恼，为对治之。世尊说8万法蕴，8万是大数，还有零头，省掉了。啊，经上常讲84000。众生有84000烦恼啊！为对治烦恼呢，世尊说84000细心，84000从哪里来的呢？给诸位说，十善业道，就是十条。啊，佛法将这十条展开来，84000，这是对大乘菩萨。对小乘呢，展开的是3000，叫3000位仪。啊，小乘就是3000法门，大乘84000法门，根本就是十善业道。这世上你能小看他吗？同样一个道理，弟子规能小看吗？弟子规里面所讲的113桩事情，
十善是讲十桩事情，十桩事情展开能变成八万四千，那113桩事情展开能少于八万四千吗？不可能啊。你就知道啊，这是大乘法，世间圣人也不例外，叫开合展开。这样深广，这样的微细啊，归纳起来就是几句话了，归纳起来可一句话了啊，在佛法十方三世过去未来无量无边诸佛所说的一句一切法，我们用一句话来包括，行不行？行。哪一句话呢？阿弥陀佛，全包括了。阿弥陀佛是48愿里面的第18愿。18愿展开扩大就是48愿，48愿展开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这一部无量寿经展开就是一部大方光佛华严经，大方光佛华严经展开就是一切经啊，反过来一切经归纳就是华严经，华严经归纳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再归纳就是48愿，48愿再归纳就是18愿，18愿就是阿弥陀佛。这不是我说的，隋唐时代那些祖师大德们说，弥陀功德了，不可思议啊！一般人哪里知道呢？前清乾隆年间慈云灌顶法师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遇到了大灾难，这个灾难现前，所有一切经法都救不了，什么样的忏悔法都没有办法忏除你的业障啊，最后还有一法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能化解一切经法所化解不了的灾难，这一句名号能化解。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听到这句话，不能相信啊，总认为这个话是夸大了，不是真的。
现在我们亲自亲身通过60年的学习，我们肯定的，他讲的话完全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肯定灌顶法师是个再来人，他不是普通人，普通人说不出这个话来。为什么？演说，他一定真的了，他才能说出。他不是真正正德，他怎么能说得出这个话来？我们也是经过长时间的熏修，大乘教几乎天天不中断。60年的熏修啊，我们有体悟，有深刻的体悟，肯定这一句话是真实语，真管用。它底下有了。是以愿为无量众生开显法性之真实，复流出84000妙法，对治众生烦恼。这一句显示，诸佛菩萨他们教化众生用意何在？有什么企图？有什么目的？现在人喜欢怀疑吗？没有目的，没有企图，那人为什么干这种傻事？跟诸位说，真的没有目的，也没有企图，没有用意。你要问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他只一句话回答你：法而如是。如果你要明心见性，你要成佛成菩萨了，你就跟他一样，到那个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啊。你才知道，你怀疑他，你不相信他，完全是自己烦恼习气在作祟呀。佛菩萨，他有意思吗？他有企图吗？有目的吗？如果他才动这个一念心，他就堕落到六道凡夫来了。六道凡夫才有这种烦恼习气，佛菩萨早就断得一干二净。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句成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这个意思。你完全看错了，完全想错了。啊，这种看错跟想错，对自己的关系太大了。什么关系？自己在这一生呢，遇到佛菩萨就有成佛成菩萨的这个机缘，但是这么一怀疑啊，这机缘失掉了。佛菩萨没有损失，真的如如不动，对自己造成重大的损失，无与能比的损失。真错了啊！啊，不但超越世间的这些佛菩萨，声闻缘觉，你世间的圣贤他们起心动念为国家为民族为一切众生全心全意的付出，不求自己，没有自己的名闻利养啊！啊，世间的贤人都能做到。啊，何况出世间的大圣大贤？啊，所以大乘教里面才说，疑。就是怀疑、疑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障碍什么呢？障碍你修善，障碍你积德，障碍你三昧，障碍你开悟，障碍你证果。所以把疑这个词列入六种根本烦恼之一。你看贪嗔痴慢后面就是疑，不能怀疑啊，一怀疑就错了。啊，事法里头佛法也有，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那个疑是疑情，不是怀疑，不是对圣教的怀疑。啊，字是一个字，念是一个声音，意思不一样，你可不能搞错。啊，对圣贤教诲决定没有怀疑。啊，如果你认为他有问题，你可以打个问号，这叫疑情，你不能否定他。为什么呢？你对于真相没有彻底了解，等你把真相彻底了解之后才能下断语。啊，诸佛菩萨对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怀疑。啊，为什么？他知道事实真相。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学习到此。